钦连数学卷二嘅第十一条啦，咁就 ratio 啦。咁啊，题目就话咧，有三个数咯，A、B、C 啦。咁 A 比 C 就5:3啦。咁 B 比 C 咧就3:2啦。就问你，即系 A 加 C 比 B 加 C 几多啦？咁 continuous ratio 咧，咁我哋就计到咧，A 比 B 比 C 系几多嘅？咁啊，只需要将上边乘大2倍啦。下边乘大3倍啦，咁咧就会有 A 比 B 比 C 咧就10啦，比9啦，比6啦，咁所以咧 A 加 C 咧就16啦，咁 B 加 C 咧就15啦，咁答案就系 C 啦。